弟兄姐妹平安，在今天这个牧人青草地的单元里面，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题目：现今的机会你把握住了吗？那这个经文就在以斯帖第四章这里所说的，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，不正是为现今的机会吗？好，那我们就进入故事里面的内容。一开始我就被一句话强烈的吸引住，莫迪盖说，你莫想在王宫里面强过一切的犹太人，你能够得免这祸。今天我们第一个观念，当我们在审判灾祸的时候，灭亡的这个危机点里面，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是牧师，也不要以为我们是长老，哎，我在教会里面做那么多的工作，侍奉那么久，应该是 OK 啊，神在生气的时候我应该是没有问题。好，那些人真的很糟糕，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，当审判来的时候，你站在什么位置，那是很重要的。你不要以为你比别人变更强，或者是更有安全感，你要在这个过程里面要成为神要用你的那关键点，你要站出来。第二个，神又说了，你不用哦，神会用别人来完成哦，别人会做得比你好哦。你不要以为你的恩赐很好，你也不要以为你的能力非你莫属，没有。如果你不愿意的话，神很容易用别的地方得着神所要的，神很容易就可以塑造他要的器皿。而神第一个要使用你，你说哎呀不要啦，我不做的话，那看你们怎么办。其实神说你不做的话，神有他的办法。好，这是第二点，如果你不用的话，你不在乎的话，所以神啊说过，当耶稣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，下橄榄山的时候，好多门徒在那边呼呀呼喊，奉主名来的应当称颂。那时候法利赛人就会对耶稣说，你叫你的门徒不要这呼喊啊。耶稣怎么说呢？如果他们不呼喊，这些石头都要起来了。不要以为一定需要我们，神很容易可以从别处能够兴起他的工作。所以有时候我在教会里面也常想说，哎呀算了，我不要做了。其实神给我一个感动，你不做，神可以差更好的人来这个地方成就更好的工作，你知道吗？那时候我心里很紧张，我就跟神说我愿意，免得神很快兴起别人来做，你就不再有机会了。但是不只是这样哦，你不再有机会，你和你户家都要失去这样的一个位分，重点是灭亡。哎呀，很可怕。最后一点就是现今的机会了。圣经说，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，不是为今天的机会吗？今天我不管是什么恩赐，你今天不做，明天没有机会了。请不要问，哎呀我有很多考虑，我有很多我的盲点，我明天再来好了。不要这样说，因为你今天不做，明天没有机会了，而且别人会做得比你还好。有人说，玛利亚把真纳达香膏献上，其实我也会啊，如果知道我可以献上两罐，对不起，明天你已经没有机会了。今天你能够做什么？你今天所摆出来不一定要很多，但是恰如其时，神要用一点点就可以成就神很大的祝福。五个饼两条鱼就可以成为5000个人吃饱，你说吧，早知道我运这个整个卡车的面包运过来，我也可以成为神的祝福。对不起，你已经没有机会了。难道你不知道你得了王后的位分，不是为今天的机会吗？你如果知道，你今天就要在门楣上画上羔羊的血，你说早知道，那都没有办法解释了。我涂得很厚很厚，但是明天已经没有机会了。明天后天怎样，你做多少都没有用处，一定要今天。我在这求主我保守，我们做个基督徒要做得像样哦。一定要在这个时候抓得住现今的机会，好不好？我们盼望圣诞节到了，我们一定要把握今天为主说话，因为圣诞节过后，那时候人群再来，你说那时候我要说什么已
经没有用了，那时候没有人群了，你要开始塑造新的一个观念，新的观念你今天没做， 下次更没你的份了，好好把握这个机会好不好？在圣诞节，这就是新的故事。那等一下我们要听这首歌，让生命河涌流，这也是我们在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在那个尾声记当中，我们年轻的牧者在当中所唱的这样的故事，生命河不断的流畅在我们心中，是何等大喜乐，就是今天的机会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谢谢你在生命往前走的每一天都发生很多事情，我们在故事里面也很做了很多不同的哀求、困苦的祈求或者感谢，让我们在生命里面用感谢的声音，我们预先知道神必定要成就，我们所预先献上的感谢就是新的故事，而每一则故事都是很棒的一个荣耀，这就是我们所相信的。献上感恩，保守我们这个日子，在教会将要来的儿童的圣诞节的庆祝，还有歌剧，每一回都很多人要遇见主，这是我们最大的喜乐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来听这首歌，让生命河涌流。